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纯金的。今天我挑战韩国拉面乘二的跟他华人也就是开拍的。走，我们现在去煮了。够了，够了。哦，好啊，好。来来来，吃过。现在我们这个要来放这个酱料。变成十克。哦，是。哇啦！讲一下那个规则，所以这个规则就是吃完不可喝水，比赛时不可喝水，吃完的时候才可以喝水，除非你讲放弃用不弃血喝水。哎，可以，跟我比之前那两根是还可以的。不可以，吃完很快就好，现在还是有。但是没有说很辣的那种。还 OK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如果你们要看，如果你们要看我挑战韩国拉面，小 V 就记得 like 点跟 subscribe， 还有 subscribe 他，就这样，拜。